哦，胖公公公公胖啊！我叫一下刷工啊，等一下家己煮哦，更较有味。戆神戆神的在想啥啦？物件紧传传的啦，等一下哪吃哪直播，好好讨论一下。讨论啥？方世杰上来较好的素材，算命个这个代志不干呢，大大大。哎呀，开直播，奉上这方世杰哦，那官说又怕人，一旦讲是文武相传。我直播的时阵，看方世杰拍我影片，一直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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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刷刚来，给你开。你想啊，曹信，好，妹妹啊，今天不叫你化妆啊，我看你紧走，别去扫地红台尾。我今天专工来教你画死人妆，啥物事免收钱。哎无啊，你是小丑还是像啊？想说讲话这样无礼貌啊？我方世杰的妹妹啦。陶庆，我欧文哥，我要来讨公道。陶庆是文哥，你要找伊麻烦，嘛要先过我一关。哦，甲前翁戴绿帽的人就是你哦。赡养费特别省，就见小灯受气，我好别人。陶庆你啊，搁较粗啦，搭袂过阮住宅哥哥，搁私底下小动作一堆。恁两个哦，笨作型的啊，不怪啥物啊。小老婆，来来来，你做你妹哈，稍等我要开直播，我就甲你美化内容，一概放上去。要开直播哦，来呢，爱画甲水水，就镜头才有好看。来啦，我内行的，就算我送你一个见面礼啦，免客气啊。来，面馆，你鞋中招了，面皮这么厚，来。大力的，快点！气你了，你这小丑！好，两个哥哥靠，快去回宫回。小狼，住嘴！住嘴！走回！